看看新闻网。好，再来看看萱萱的消息。萱萱自从2011年与南非籍兽医男友分手之后呢，是单身至今，很多人很关心啊。不过呢，最近桃花运终于是开在了这个萱萱的家门口。据说萱萱的新任男友是一位意大利帅哥，来看看。今年已是43岁、单身3年的萱萱，带着自己的新男友大方出席活动，还郑重地推意见给媒体认识，毫不避讳地告诉媒体，这位意大利帅哥符合自己对另一半的所有要求，只是对这位男士的背景闭口不谈。还有媒体在高级厨具用品店撞见正在仔细研究厨具的萱萱，这明显就是居家过日子的节奏啊。